好了没有 ？No。冇电啊！今个礼拜都冇电。今天给你带了卷呢。卷卷。好好吃的。你不要整天就吃 cucumber 啊，吃点包啊。今天娜娜不用带午餐了。camping 咯。Carlo 今天也有看 movie 是吧？嗯。告诉我为什么？嗯。为什么今天又不起来了？周末很早起来的哦。你昨天晚上怎么样？钓鱼，钓到半夜才回来。没收获。没有人有收获。嗯。最近为什么一条鱼都没有啊？好了，太差劲。三个人没有钓到一条鱼。太弱，受打击了。娜娜今天开心哦，今天要去露营，其实就是去接触大自然，游山玩水，真 happy。还要带防虫喷雾，还要带防晒，还要带一套衣服、袜子。国外的学生真的太幸福了，比起国内的学生来说。简直是毫无压力，冇压力嘅喺度，好舒服，读书嘅天堂。不过读唔读得成书啊，靠自己。嗯，有童年啦。我跟你说，他们这种情况，要是去了国内读书，那死定死定了，肯定跳楼，接受不了。我怕呀。哎，整天就想着玩，没有说想着读书的。然后呢，放暑假连一丁点的功课作业也没有，法例的，不可以有的。嗯，哎呀，学生就开心了，家长就惨了。家长着要想着给他们弄点什么作业啊，什么功课啊，课余的爱好啊，这些都得家长安排的。娜娜今天这个 Ken 好像花了多少钱？要自费的。四五十块钱要自己交钱，有包一个 lunch 的。嗯，所以娜娜今天不用带午餐。但我坐 school bus 热死啊！喂，咁咪好热啦。Oopsies， 带水。不是要接你吗 ？Yeah， at 7:40. But if you want to go to the, but if you want to go to the campfire, it's at 6:30 something. 哦。拜拜。怎么样，菜友都走了？今天豆我再回来吃，然后呢，没有浇水，晚上浇。早上如果也浇的话，没有水，是不够浇。没有下雨，要用自来水不合算。就是豆苗长得不错，对，豆苗很好，豆苗很贵的，对呀，六块钱一磅啊，对呀，种要种这种贵的东西，对，便宜的不合算，天天浇水，天天种，不合算。空心菜呢？空心菜今天再种，昨天已经尝光了，对，不要了，一定要失败一下再成功。妈的，早上煮了几个饺子。要不要吃点饺子啊？吃完去哪里超市转一转吧。去那个老外超市。我看到豆姐的车了，她刚刚不，我以为她在玩水那边，原来她在这里面。我们去会一会她。我听到你的声音呢。逛商场。偶遇了，对啊，买这个盒子啊，这个吧，这个正好能放在抽屉里头。啊，这19块钱，差3块钱，你什么时候穷到这个地步？不是糊涂了，牢记都这29。啊，对，哎，今天晚上你去接你妈吗？真的很亲，老黄去接。你没去接？老黄说不让我去接。为什么？他说他那个电车开特斯拉，他说省油。能你坐上去油就不省了。
个还是排挤了点，排挤。他送人的，送人的，哦，送人啊，送人，哦，那可以，送人可以，对，送人。那你买这个好看点，对，那个绿的好看。好的，要不要？三明治，对啊，我们叫三明治。哎呀，这个好，雅雅是不是？这给，个，这太极玩的。嗯，不行，太极都不玩。这是。漏太低了，嗯，不是，里面要穿白的短袖，这还要穿短袖，啊，今天最高温度有40度，厉害了，欣赏一下吧，赏心悦目啊，这么多花，树打折了，冰波球的例子，枫叶树多少钱？但你也挺，哎，挺到楼啊，27。我拿那绿要不要等一？芒果来一下，比较深啊，要就要放一段时间。啊？那要不要买啊？7块钱一盒，嗯，一点芒果味都没有。对，真的不好吃，这个要谁给我种养的？那不买了。多点了耶。我蘑菇买一盒，4块钱。轮到他们家的樱桃大特价了哈。199一磅，个头没有之前的大。买什么柿子啊？7块钱6个。小番茄6块钱一大盒。小番茄吃得好啊。露露，娜娜说要买牛油果。能露露呢？嗯。买一个这个面包。我妈说买这个鱼。金枪鱼。包7块钱三只，排骨拿去炖汤也不错，是399一磅吗？排骨买一个，今日消费是54刀，走了。今天又上菜馆了，这个鱼又去吃百家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去吧，赶紧去了，下雨了，一起去。这个雨下的太突然了，说下就下，刚刚还是阳光明媚。那么两碗肥肠面哈，我点鸡蛋一点。好嘞，谢谢。第二份也很快。好，谢谢。肥肠面，我妈心心念念的肥肠面。拉面你又怕辣？对，辣的也不能。面最适合我。你看，面还这么多，你看。你可以换粉。开始吃了，开始用午餐啦。这个百家什么老汤？百家老汤店，好吃，里面都是回肠煮的回肠面，因为我前几次有出过。现在又来这里吃了，上菜馆，今天又上菜馆。就是这个围场之前，我不是去唐人街有一次去过。今天吃的满足吗？吃不完，太大碗了。你看，胃没有那么大，你看。你今天回来有没有下雨啊？看完电影，下大雨是吧？还有2周就放假了，这2周就等于是已经完全放飞了。And also pizza. 没有披萨。I thought there was. 那你今天那个 red 吃了没有？嗯。试一下。不喜欢吃。早上给他带的卷都没吃，就咬了一口。他以为今天有披萨吃，结果没有，是吧？那赶紧吃了，吃完去洗澡。全身都黏糊糊的，嗯，给您热好了，里面有肉的，来了，美女，走，走，去接主子们，去接，这个方向不是吃那个德国猪手的那个方向吗？哦，你去过吗？去过，去那儿吃过，在这店里吃过那个德国种的，哦，好多麦田啊，好大的麦田啊，这整片都是。
的地在左侧。目的地在左侧，在这里。哦，我知道这儿了。卡瓦瓦，你来过啦？这个有一次我接杜莲，这里冬天也有冬令营吧？我忘了杜莲是在这儿干嘛。找到那个大部队。哦，在这儿的。哦，接人了。你说我的学校，今天就是，真是快放假了。嗯。各种玩。对啊，放假之前就各种放飞了。哦，他们还那个晚上烤木头。哦，火焰那个是吗？对对对对 ，fire， 篝火，篝火晚会。Hello， 今天玩的开心吗？怎么样？玩什么了？说说。